主料，五花肉400克，辅料，葱、盐、葡萄酒、香菜、蒜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到2小时。五花肉切大块，蒜去皮，不粘锅烧热后直接放肉，放适量葱花，再放蒜粒，加上自己酿的葡萄酒，再放适量盐调味，汤汁收进放香菜，翻匀后出锅。烹饪技巧，因为肉比较肥，所以直接下锅煎，不用放油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